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是古灵精。那大家在旁边，我们看到我身边有一位很眼熟的朋友。对，没错，那就是去年参加，就是应该是我们邀请来，就是节目，然后跟我们讲，就是关于修复工作相关工作的那个修复老师周志明老师。大家好。好，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又要找老师过来呢？当然就是我们除了跟修复要谈一些跟修复有关的事情之外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和盛堂这里有一场就是12年才一次的那个大事记。那我们就是请周老师跟我们大家就是解说一下，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OK， 好，在那个台湾吼，无形文化资产上面，烧黄船是大家常常听得到的。对，那和盛堂这边其实也有个类似烧黄船的文化，不过我们称它叫做王献。那王是国王的王，献是贡献的献，王献大典。那我们每12年一次。那这个王献大典呢，它从民国29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每12年会有一次的。网线，那从来没有断过，所以其实在市区里面，包括刘环岳老师以前写的书哈，也大概有谈到，他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观察到台南市有很重要的民间信仰的活动，其实和盛堂的网线也是其中的一环啦。所以王献只有台南有吗？其实这是名称的不一样而已。那像类似我们王献的仪式哈，其实在台湾西南沿海一带，像布袋、北门那边也有很多。他们应该这么说吼，就是民国29年和盛堂的王献吼，一刚开始其实应该没有道长的科仪，他就是有一艘纸糊的船，然后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愿望，还有一些地方不好的东西，透过这一艘船把它送回天上去。是，那它跟烧王船一样，就是要把那个船做完，然后仪式结束之后直接拿去海边烧掉。是，对，把它送到海边去。那它的差异？差别是在，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船有纸糊的，有木造的，那我们的王献又比较不一样，我们有桅杆。所谓的桅杆就是一般的王船里面的主帅哈，大部分拜天巡狩的话，它系统很多。对 对。那我们的是跟西港乡是一样的，它是12温王。12温王，然后它会有3个值年的千岁。可是我们的桅杆就是我们的尊龙宫跟雄飞宫，会另外纸糊2尊。那这两艘纸糊的这个神像是我们的主神，是主神会跟着代天巡狩一起回到天上去，是，可是基本上他们是陪他们回去，马上又会再回我们庙这样。所以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船上的一些纸糊的神像上，会跟一般的王教有一点不太一样。老师，我记得上次你有说过，就是你们坐的那个王船上面其实也会放很多东西，对不对？天在的东西。对。就是让王爷他们在坐在这艘船上，他们在回到天庭的这个路上，他们有吃的有喝的。哦，对。那有在里面吗？有在我们庙里面。那我们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啊，可以啊，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拿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对，这天在。对。好哦，老师，那就是像王船上面，就是会有这些有趣的东西。对，没错，对，还有像这个是什么？柴米，柴米，柴米跟米在这里哦，米在这里。所以他们是一组，对对对，他们是一组，是这样，这样一组哈。一组。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习惯，就我们老一辈传下来，就是你要煮一袋的米。对，就必须要有2捆的木材哦，一袋的米，然后附上2捆木材，对对对，所以这样算是一组，这样是一组，对，没有错，然后其他的部分还有像醋，这是我们生活上才会用到的酒，醋酒，对，还有酱油，对。重要的这个是水哦，这是水哦，对，上面的水，上面有些水，对，还有油，油，这是煮菜需要用到的，还有我们要添加一些。辣椒吗？辣椒，对，因为大哥们喜欢辣，吃辣。大哥们喜欢辣妹。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生活上哈会去用到这些面粉、盐、油、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之类的都会有，包括还有黄豆豆类。黄豆。你要煮豆浆啊，干嘛等等之类的。而且还有糖你看，果然是台南的船。真的。
耶、yeah, 好有趣哦，所以这个是天宰，那很好玩的天宰就是放在床王船上面上、是生活用品的生活物资，然后还有茶叶，给那些神仙们使用。对对对对对、因为人与神同嘛，所以人会生活上用到的，其实神明界里面我们的想象，他们会去用到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信徒的部分，像我们提供这些是让信徒去天宰这一艘船。那当然，另外哈还有我们的交配镜，台南的庙会文化就是这样，我们会去讨论交配镜的文化。那这些交配镜，他们就会有另外用了一本良策，那个量米的量策哦，他会记载这间庙。因为是交配镜，那我就会添载多少量的东西，那就会比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更丰富。是他们送给？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它上面像还会有一些文房四宝、有一些还会有碗，那种以前的瓷碗，然后还有一些厨房会用到的，然后书房会用到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文房四宝，然后还有一些修理船的会用到的，像有一些甚至有油漆。那其他庙宇更文化而且很神秘的一块，我曾经在西港那边去调查过这些天宰的文物。天宰，宰是承载的宰。它有一个东西其实是、老一辈会用，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少而且不能用。那个区块是很神秘，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取代的东西。那以前他们像会抽鸦片嘛、所以就会有鸦片。对，那就是很神秘的一个区块。那因为鸦片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犯法，所以他们是不是有用其他东西做替代品？可能香烟或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其实等于是像这些就是供奉的东西，其实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然后会做一些不同的变化。的确，的确，的确。就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是的区块。而且很有趣，因为有几次台湾哈在民间信仰的。这一些仪式的经验里面，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的 SARS， 那这一段时间的这种新冠肺炎其实很多的民间信仰会跟这一些疫情做一个结合，对，所以它开始就会被很多人去接受说，透过王教或者是烧王船这样的仪式，可以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送走。对对对，对。那老师，那说到王船，就是我们这边是12年一次，对不对？没错，没错。好，那它跟我刚有问到它跟烧王船有什么不一样吗？是，有，刚刚有问到我们的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没有烧掉吗？对，我们有烧掉。那除了上面有一些陪嫁，就是我们陪嫁不一样，但其实仪式性都是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小法，其实我们的小法涉略。这个王线哦，这集很专业，小法我不懂。对对，小法的部分它跟道长不一样嘛。我们的王线也有道长的科仪，只不过它就会比较局限在内坛。那外面举凡一般王教会请道长做的科仪，有一部分变成是我们的小法自己做。比如说像取龙骨，就是我们常说的出窍，这一艘船它必须要有一个龙骨。必须要到山里面去取它的这一个材料，那这个大部分都会请道长，那请王、请水，或者是安船厂，或者是卡丁哥，这个基本上在外面其他的县市的王教都是道长做，对，只是在我们庙是小法做。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船前的祭改。等一下，老师你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小法，小法跟道长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有一些真的就是比基尼。当然当然，这个我常常也使用这个说明就很有趣。像我们公务人员里面有经过高普考上的公务人员嘛，那也有一些约聘的嘛，对，对不对？对，那小法就很像约聘的。那道长他们就很像是考过高普考的正式公务人员，所以他们在上天天界里面，他们有他们的职位，他们还有分等。那小法的法师的部分，他并不会像道长他们在天上其实是有职位，他只是代替王爷去行一些科仪跟法事，所以他比较偏向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里面的约聘人员这样，比较像一般平民老百姓，是，而且他们的仪式也比较生活化，比较不会那么一板一眼。
像道长他们的唱腔、他们的唱调、他们的文书，其实有一定的规制、嗯，这个在道藏里面规定得很清楚。那小法、哦、对小法的部分，它就比较可以有那些弹性，嗯。对，哎，对，你讲这个，我突然记得，就是说几年前我来的时候，其实我有听过你们在唱小法，嗯，没错。然后那时候那个大哥们有说，就是不要录，哦，好好，因为好像是不是会有法事的关系，还是？就是他可能要你不要录，应该是帮信徒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仪式，哦、要不然平常像我们神明生日啊，嗯、或者是造桥过线这种。对外的部分其实都还好，都还好，很多媒体甚至我们自己也会去录。哦，对，对嗯、哦，了解，好哦、嗯，老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下因为我们背后有一只鱼，哦，鱼，对，鱼不是应该在水里吗？哦、是，它是王爷哦，对，哦、它是王爷，对，它是鲤鱼公哈、哦，鲤鱼公，这我们这一尊哈、哦、鲤鱼公是上一颗，就民国101年，101年，我们的第七颗，29年到29年。民国29年到上一颗101年，这是第七颗的王线、嗯。那它的中围一艘船、哦、有三个船舫嘛、嗯？对。那中间那个船舫是最大也最高。是。那上面必须要有一个指南针。是。这个指南针就是鲤鱼公。哦。那一次我们送王之后，这个鲤鱼公它并没有掉到那个火海里面，那就被捡回来，然后就供奉在庙里面。哦、那啊，因为这种鲤鱼公有一些是。一定要把它烧化掉啊！有一些可以让人家抢回去办，那、啊、我们庙是把它收回来庙里面自己供奉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的鲤鱼公，所以它是纸做的，它是纸做的，对。对，哇，那尺寸就差不多这么大。嗯哼哼，哇，好可爱哦、喔。这是我们鲤鱼公，对，他可能舍不得回去天庭，很想要喜欢在这里。对，它等于是大天巡守的信物了。是。那我们庙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哦、喔嗯，就是因为我们的庙吼。会有王线的故事，其实是很传奇的。嗯啊，对，怎么说？那这个传奇是因为民国26年，嗯，其实南昆生刚好后殿的青山宫、嗯、落成，就是拜观音佛祖的宫殿落成。嗯，那很多各地的信徒都去拜拜，包括我们庙里面前辈，民国26年骑着脚踏车去南昆生拜拜。从这边骑脚踏车去南昆生，没错没错。大家 Google 一下，就是国华街、嗯。对，到。好，大家可能如果 Google 和正堂，如果 Google 不到的话，讲具体一点，就是国华街的永乐市场。对，对，到骑脚踏车到北门。北门。对。然后他们在回程的时候，其实经过西港青南宫。嗯。然后民国26年刚好是他们那边刚好有王教。是。那他们有王府。是。那这些老前辈们经过嘛，就去打个招呼，嗯、然后再点香。等一下，26年，他们那时候几岁啊？民国26年，26年，如果依照我们第一代法师的话，民国26年，他大概28岁、29岁左右。对对。然后他们这一群人就到西港青安宫的王府前面拜拜，他就跟那时候的代天巡守的王爷，就是打个招呼嘛，然后礼貌性的，台南人就是这样。啊，有迎来弯流来这这这林家的，对，啊，就这样子，你看哦，这样子很轻松、很热情的讲完这句话，回来庙以后吼、哦，没多久，其实熊天公就下来骂人了。他说：“熊天公会骂人哦？”哎，对，因为我都觉得熊天公是，因为知识体大，因为他是代天巡狩，他是玉皇上帝派下来的大神。嗯，虽然他的神职可能没有很高，可是他的品。确实很高的，神品是很高的，所以基本上那边的代天巡守听到了，那也真的过来我们庙里面看看。那玄天上帝就说啊，今嘛您爬升庙那交台，交代安心。对，啊，因为26年那个时候马上再做一个可以的话来不及，所以他们就好。因为可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法事，没错没错，对对对，他动用的大概会有哪些？哦，他动用的，他其实半年前就要开始，哦、你看你要找龙骨。你要出顶歌、嗯，你要做的这一些工作，你要造一个王船厂，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半年前就要开始做。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没错没错。然后现在有大人物要来了，结果你们都没有准备，是没有错。所以你看哦，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好，我们庙很小，资源没有很多，不然我们每到龙年就帮他做一颗王线。嗯，那没有12年内每3年西港乡就会有一次超王船，对不对？对。那没有到12年龙年的
那个科年怎么办？我们在西港千安宫他们请王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庙会设一个刑台。那些选手可能很早就来到我们台湾台南这个地方，那他会先来我们庙做客一个月。等到那个西港千安宫那边开始请王祈福，要开始这个他们的王教开始动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香案才会收起来，代表千岁也要。已经差不多了，要过去了。对，那这个仪式其实维持到民国62年啊，65年。民国65年。对，到民国65年以前都还有，可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质变。对，有一些状况，所以这个香案开始就收起来就没有了。对，要不然其实民国65年以前，这个连包括连西港那边王府人员都知道，哎，台南和盛堂在每三年我们西港乡镇做王教，哎、也先来加。对呀、啊、对呀、啊，啊，给你来了。哈？啊，现在有了吗？哎，现在就是没有，民国65年这个仪式就中断就没有。哦，但是王线我们还是一样的。但是王线就还是维持在我们这边。没错。哇，是，好有趣哦。那这一次老师。趁这个王线，你们通常都会做什么事？比如说，你们就是在做整理这些庙里面的文物啊，或者是整理这些就是物品、器物。像我们刚看到的这个，我们就开始包装。你看，这个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啊，这个木头。哎、欸，我们是明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明年现在已经日期看出来了哈、我们基本上都固定在农历的3月初2前，也就是玄天上帝上帝生日前。对。那上一颗只有101年，因为有那个时候有一些面临要盖庙的一些状况、所以它延后到8月做。那其他前面的6颗都是在农历的3月2号前。那我们明年一样时间出来，我们是在2月底，所以这明年农历国历的2月，农历明年农历的2月底，对，大概3月那个时候。那等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半年之前，我们开始对，我们已经开始在聊这个木头，开始在这个都我们自己做的哦，啊，这个都我们自己包装，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经费，所以我们这个都自己来，没有办法去买那个变的船上面的那个天灾，对，然后给神仙他们带过去。所以接下来这半年，如果我们开始在包装这一些物品的时候，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想要来了解，也可以来当志工哦。对。哎、欸，你们会有那个来帮忙包装的那个 schedule 在你们的粉专上面吗？会，我们都会公布。好啊，好啊，那大家可以在我们就是影片下面看一下，就是和盛堂的脸书，然后去看一下，就是如果你可以去的那个时间，然后就来帮志工，帮王爷做事，帮他天仔装这一些水啦、油啊、酱油等等。对对 对, 對, 對、啊。另外其实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因为时代在变嘛。那信仰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说让他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有一些连接触，或者是跟其他寺庙有一些交流。所以我们其实好早以前，我记得我们好早以前就在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寺庙里面一些相关的文物，它的保存维护，可以做一些推广教育。对，因为好多间庙碰到，哎，我们的彩绘都是油烟，哎，我们的匾额，对，已经坏掉了，那怎么办？那这个我其实自己的工作也常碰到很多庙有这样的需求。对，就像我们现在在录音嘛，对不对？我等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还要到那个湖内去一间庙，他们的匾额跟彩绘是潘丽水。潘丽水老师的彩绘是，那我要过去帮他们做一些技术咨询、啊。那我既然觉得说我在和盛堂帮忙，我自己的工作有这一方面的专业，对，那我也希望说，以和盛堂做一个平台，那我们可能做有别于政府在推的文化资产保存维护的推广教育、我们就做我们民间的，对，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把比如说我在刺绣文物、在彩绘、在匾额上面的这些保存维护的专业，能够透过和盛堂这个平台，然后做一个推广。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借着这一次就是王线的机会，对，然后就清理，把那个庙里面的古物清出来，然后也刚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年刚好就是从声音到实践、然后透过就是实际的。实际跟大家，就是我们从声音里面走出来，然后跟大家实际的面对面，然后来动手做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在就是7月份会有一系列的工作坊跟讲座，那相关的活动我们会在就是下面就是一样，我们就是影片的下方会有公布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就是来参加。对，我们不会藏私哦。
而且我们会把所有的材料，哎，我们还有在谈，我们要做一些工具包，对不对？对，我们还要做工具包。对，是可以让大家能够去更能够比较平易的去接触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维护。对，就是很便利，就是你只要有一包工具箱的概念，工具箱，那你大概就知道说你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嗯、然后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不管你是庙方的执事人员，或者是你对文物修复有兴趣的话，其实你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一开始第一场会是讲座，然后有那个工具包，然后跟大家说要怎么清理。对，然后再来就是还会有刺绣，然后匾额，嗯哼，然后是还有雕刻，雕刻神像雕刻，神像雕刻，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怎么忘记了。糟糕，我们系列太多。啊，把 anyway 最后一场，其实我们就是会老师会带大家，就是从庙里面这样走到庙里面，然后去实际接触庙这边建筑体的一些修复的一些状况，这样子。对对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哈，我们在做修复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最后，真的会深深的发觉，其实预防重于治疗，对，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日常管理维护的部分都不能够做好，其实它后面就不需要有那么需要那么大量的资源去做修复。嗯，对。而且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听到，就是我们今年前几集的节目，比如说不管访问，就是像许良静老师或者是廖新章老师，其实他们其实都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可能很用心的在就是彩绘这些庙，然后有很用心的在创作，可是可能到后来那个维修，如果万一有一些状况的话，其实对于那个对于艺师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感慨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也会希望说，就是大家一起来让就是美好的创作，就是可以好好的在庙里面呈现，然后让寺庙真的变成一个很好的就是民间美术馆的概念。是，没错。因为这寺庙里面太多以前早期的生活智慧，而且太多太有趣的东西了。我这一阵子还在整理，就是我要去参加那个研讨会的事情啊。对，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因为我就带一批学生，然后到庙里面，然后去看这些故事，然后请他们重新创作他们自己的根据这个庙里面的故事，然后用他们世代的语言重新创作一个故事出来，然后做成 podcast。然后我在整理那些资料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怎么这些孩子这么棒，然后这些创作这么棒，然后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然后那些同学们的回馈啊，都大部分几乎80%吧，就会说，哎，原来庙里面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跟图案，他们都不知道。然后甚至你知道，我还有学生就是因为这一个案子，然后把他弄到他的那个学习履历，对，要去申请历史系还是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你看，对，我们现代的人喜欢玩一些手游，或者是像 Pokemon 去抓一些怪物，对，所以你看以前的人要看这些奇怪的东西在哪边。在庙里面呢、啊，它的龙龙身九趾，对不对？36块起的动物都不一样，哦，那个就很有趣，那个真的很有趣，对啊。好，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还有讲座。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